殿下，你算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啊！不就是想把我辞了吗？我还不稀罕你。韩正，聘书，督察卫巡使苏九儿聘请韩真为巡使助手，即日起聘。哦，可以了，这是九儿写给我的聘书，聘请我当他的高端巡使助手。 殿下，你知道助手是什么意思吗？一个高高在上，一个听从指挥。我知道。殿下，你算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了。你看你对人家老是凶巴巴的，你看人郡王爷温柔体贴大方，你除非人家九儿有受虐倾向，不然怎么可能选择你呢？那我就对他好。